这个户型四呢是5房 3.5卫，3173尺，纯独栋别墅。然后一进门右转呢是楼梯，门厅是挑高顶的。这一个目前只剩下一栋，南北朝向的，它是一个 corner 老边户，旁边紧挨着公园。然后它是坐北朝南，这边是客厅，然后餐厅。然后它剩的那一块占地非常大，样板房呢是东西走向建的，实际的那块地呢是南北朝向的。这有一个洗手间，这是二楼的小厅。洗衣房，二楼的浴室，浴室对面呢有一个房间，它这个格局非常非常的工整，三个次卧在这个 loft 旁边的走廊里，就家里面孩子住这边，然后主卧呢在这一边，都是感应的灯。主卧的浴室超级大，这边有一个双水池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女主人的超级长的化妆台。这个户型自己住会非常舒服。特别长的衣帽间，然后这间就是大主卧，超级宽敞的空间。这个是这个户型的社区地图，然后它现在有的是这个156号，这里是公园，这条是 Ontario Ranch， 这里是 Trail， 然后从这边进，紧挨着公园，然后坐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坐南朝北，不是坐北朝南。我们的样板房呢在这儿，所以它在这个位置，售价是66万。